我们这一次讲的题目啊，是创作的，是朱校长编我创作的《生命科学与黄帝内经》这个主题，千万把握住啊！因为我不是医生，也不是科学家，也不是哲学，什么都不是，是个读古书出身的老古董，现在老了还在玩这个老顽童，不是开玩笑，叫你们观念闹清楚。不过呢，顺便带领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自己固有文化的生命科学。在一般学西医的或者学科学的，对于《黄帝内经》是根本不大承认的。很可能你们年轻学医的，大概医学院抽到题了一点，也没有好好把本书就念着的。这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书。其次，有一本书你们学医的大概更不提的，《难经》，困难的难，《难经》，大家看到更是做到是一个迷信的科学，或者随便给他加一个伪科学，错误的观念。上次我们讲到这个《黄帝内经》的第一篇，所谓上古的天经论，就是生命的来源，因此引出了很多的问题。那么有一位大医师，也是大教授，就提到他是跟我们的好朋友啊，他说这个观念是不是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啊，这些讲修养神仙之道的这些道家书上来的讲《黄帝内经》这些观念，我是不对的啊。讲文化发展历史，先有《黄帝内经》，后来有道家这些书，那么这种功夫这种学问现在日本人很流行啊，叫做内室之学，内观。日本人现在还有一派兴起，认为是日本有，你们中国还没有，我就笑，这都是中国道家的旧名称。内观也叫做内室，这是读了《黄帝内经》以后，你就慢慢可以看出来，一中医里头有关于生命科学好几本书比较难弄的啊。一个是《黄帝内经》还好办，《难经》真难，很困难啊，因为大家不懂易经啊。难经、易经，这些都是比较难。你们现在的话念成很难啃的书。我现在带领大家提起做注意，如果注意得好，配合印度的，配合佛学的讲生命科学，我们21世纪中国自己闯一个生命科学。不要随便听到科学两个字就吓住了，尤其现在一般学科学家把旧的东西都叫做伪科学，假的伪科学，我说你根本用错了，科学没有真伪的。换句话，一个科学都幻想来，它本身就是假的，
什么古代上伪的，现在是真的，是知识嘛，这个逻辑上站不住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上次讲了相国特征论产生好几个问题，刚才讲的一个历史文化这个五千年演变的问题啊。第二，《黄帝内经》呢，几乎同中国三学之学配在一起。三学之学在中国文化思想呢非常重要。什么叫三学呢？《易经》、老子、庄子，这叫中国的三学之学。那么这几本书呢，同后来印度文化佛教经书是密切的关联。譬如我们翻译佛经，很多名字都用这些书上，完全相同啊，这个要注意的。除了易经、老子、庄子以外，最重要的阴阳五行之书，就在中国所谓诸子百家，有一家学问叫阴阳家。阴阳之学不懂，那看《黄帝内经》或者《易经》不懂，根本无法读下去。我现在这些话都是一条一条，不成一篇文章啊，不连说的，因为时间来不及，给你们都是提要的。回转来讲，我看到《黄帝内经》的时候，只有十三岁。十三岁我已经教书了，啊，因为家里办一个学校小学，啊，为了使我对外国文化补充，请来一个老师教这个小学，那等于住人我家里。实际上我去教，他在教我，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站在台上。他日本留学生，啊，这里讲一个故事啊。当年我们派出去日本留学生，老一辈子啊，都是秀才，已经有功名。在我那里派出去的留学生，秀才三个，很了不起，都是回来都疯子，都变成疯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日本人看到中国优秀的人才，就是讲过去的历史啊，想办法把你弄了没有用。所以他一边跟我讲课的时候，一边一下子仰巅峰，怎么歪过去了，流口水，人事不省，把我吓死了。我的妈妈知道，我父亲还说：“孩子不要怕，等一下他就好了。”啊，好了，给他洗把脸，他又讲课了，吃素学佛，回来以后就变成一个无用的呢，可学问非常好说呢。他一边跟我讲课啊，他一边摆那个《金刚经》《佛经》，一边是《黄帝内经》。那么我就好奇，什么皇帝？那个时候的皇帝啊，看了这两字搞不清楚，先元皇帝，认为就是国家领导的每一代的皇帝。我就去摸，我来翻一翻，他看我笑，你看这个。我说老师，你摆的书我看看，所以读了第一篇就看完了。什么女子上次讲到二七是天魁字等等，也很好玩。这个时候接触到这个《黄帝内经》与医学，我还有一个老师，因为小的时候喜欢练武功，我自己关在书房啊，没有老师。偷偷地叫人到上海买了许多武术的书，现在都没有了，都有图案，古人的著作。这还不是古人，你看
20世纪的初期吧，很了不起。我就在楼上书房里自己练武功，教徒们来想做侠客，飞檐走壁，然后书读完了，叫那个徒们一跳挂在梁上，两个腿倒转来勾起来，啊，好像就飞檐走壁侠客，一下掉在地下。掉在地下的时候，嘣的一声，我父亲在楼下听到上来，出了什么事啊？一看我倒在下面，他一看不动，好、哦，你在练武功啊？看来挺安疼，哎呀，叫不出来，流眼泪，给他点个头，然后等我啊，这是一个医学了。有些老年小孩子跌倒，跌在地下，他没有哭出来，不要去抱，也不要扶他。老年给小孩，跌倒了马上去扶，受伤了，一定要有些注意哦，大家你们将来做人的父母。等你自己叫出来就可以来扶，老年人更要注意，这样一跌倒你还给他拍背啊，一乱死掉了，这是医学一个道理啊。所以我父亲站着看，我只好给他点头，他也不来扶我，看我动了一下，他拉一只手把拉起来，他说你要练武功不是这样的，书上手不会，然后他穿着长袍把衣服一点开就比给我看，哟，我看我那父亲武功很高啊，那个打得很好啊。但是中国的教育啊，啊，一子而教，中国的教育自己的儿女不自己教，中国搞教育有个道理，回家去把自己孩子交个朋友，请他教，不一直只教，这个教育是有点问题的。所以做父母不要把孩子盯得太紧，啊，一直而教，易经得换过来，儿子，哎，四个字写一写，叫一直而教，你都听懂了啊？写了，哎，对，我怕你，啊，舍不得写啊，一就换一下啊。这个后来他给我找一个老师，是医生，我那个地方名医，他说我叫林伯伯来教你，他就去找他。这个林伯伯是医生，虽然他不教人，我不晓得他武功那么高啊，一天穿个长袍，也抽烟啊，白面书生。他不肯教人，我父亲教他，没有办法了，他来了，夜里来教我。啊，父亲还教邻居的孩子啊，四五个陪我一起练武。他说：“你求这个干什么？啊，现在你武功再高，抵不住一颗子弹。你不，啊，练身体可以，最好学医。那。”然后跟我讲范仲淹的话，一个人立志念成人，不为良相即为良医，就是范仲淹的念成的立志，不做一个时代的好的宰相啊，出将入相就做医生啊，出将入相跟做一个名医功德是一样。所以他说你晓得吧，范仲淹告诉你，不为良相即为良医，你求医生吧。啊，读医书啊，没有叫我求医生。我讲这个故事，读皇帝那种差不多连到几个月当中的事，这个念成的相关呢。我说我都不搞那个东西，看你做医生好可怜，一天忙的啊，没做医生名医很可怜，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把生命都付出去给病人了，
使我亲自看到它，所以我一辈子啊，看医书不敢做医生，一辈子写毛笔字不敢做书法家。我看那个书法家写的字很好，临死的时候家里堆的竹子纸都给人家写诗，我想我写字自己有兴趣，还给你们做奴隶，给写字做奴隶不干，所以不写字，哈，那么求医也是这样。可是这位老师比我很讲，叫我备药，比如甘草，胃是甘的、甜的，一条一条，他就会那么有耐心一个教育，写个十几张条子，在我睡的床顶、帐顶上贴一张，啊，起来床前面贴一张，厕所贴一张，柱头贴一张，你看到都要念。所以当时这样哈，别的没有办法，别人。这个故事回出来就说明，读这些东西记住没有用，只做个医匠。所谓医生是医匠，是个学的技术。医理呢，就这位又是经这个杨德峰的老师跟他配合起来，我才看到那种就完全讲医理。所以这一次跟你们讨论，你们诸位都是大医生，很多啊东西。我们讲的医理学、生命的科学，这一点是上次讲过以后，好几个人向我提出了问题，我再做一次说明，希望大家在下面听的、念着的，不要离开了这个本题。啊，第二点来，我们讲到上古天真人生命的来源，我一下引出来，那杜洪的那种十几岁的怀念。几十岁以后，不是现在哦，中间我已经改决了。为什么女人这个婴儿生下来，十四岁，大概啊，古代的不是完全同意的啊，这个98%是准确的，第一次月经来，然后七年。就79岁，最后女人月经断了。那么这个现代医学叫更年期，你注意现代医学中国旧的翻译很好，更年期是年龄身体的一个变化。那么这里也产生个问题，也有个同学前天我来跟我提起这个问题，已经听偏差了，认为女人七十九岁没有更年期，这个生命就不对了。没有，不是的，有第二种生命，第三重生命，就没延续下去啊，甚至这个就是生命的中国的科学。我常说你们西方没有，欧洲、美国、全世界没有。你们只讲两个科学：生与死。活到九个人，死了，想死了还没有死，死的，死了以后不晓得等到哪一天，上帝开庭了，你们的灵魂再到上帝前面。受审判，好的上天堂，坏的下地狱，西方的宗教都这样，就这样两段，中间没有，全世界都是这样子。哎，我们中国文化哲学也晓得生死，中间有永生的，基督教讲永生，等于上帝一样永远活到的，全世界的文化只有中国人讲文化，生命面对现实可以长生不老。你查查看，东西方文化只有中国人教出，甚至会
长生不死，这个中国的文化太大胆了。这个中间否定了有上帝阎王安排命令，没有，完全自己做主。所以讲啊，我们上次讲女性七七四十九天月经断了，那么生命还活到了。当然还有些人，我现在几十年在外面接触到那些朋友的太太啊，老人家，我六十岁还没有断月经，还会生孩子的，我都碰了好几个。你说这个医学上怎么解释？这是第二重生命，有它道理的啊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讨论到这个。男人一拔来计算，所以上次我提到叫大家《黄帝内经》第一篇谈论这个问题。男人二八十六在发育，男孩子啊，八八六十四也好啊，七八五十六也好，这个时候是男人的更年期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男生到了这个时候肩膀这里都强硬的，到了中年已经强硬了，这把压力很大啊。现在叫做肩周病啊，是什么病，各种名称很多，血压高起来，回答低，这个变化他一拔来计算。上次提到这里，所以有人提出问题，为什么，哎呦，所以讲这个学科啊，刚才我讲了啊，你必须要懂得阴阳家，懂得这个易经。讲到易经更麻烦了，因为要懂得象数之学。易经是三部分啊，实际上五部分，我现在只好花一点时间大概介绍。所以易经理哲学的完全哲学这一部分很重要。易经讲讲宇宙天人之间的原理，哲学的科学。第二个是象，一切的现象，讲宇宙万物的现象。易经数，这个里头都包含数学，最高的数理学，还不是一般的数学啊。譬如学医，我说我们念着这个课程是医理学，普通念着数学是念着数学啊，最高的数学的哲学的科学是数理学，道理的理，理象数，已经大要包括这三部分。这三部分是不得了啊，所以我劝一般年轻人说跟我念着佛学学一阵，哎呀，你们千万不要搞上当了。为什么？这两门学问比科学还难，千万不要说，你们说不要随便学佛，钻进去了爬不出来的，埋没了你一辈子，而且你前面啊机会无穷，所以你误了一生啊，什么都不要。最好万一你一定要修复修易经啊，修一半啊就不修了，机会无穷。如果修通了呢，人都不想做了，天下万事都知道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收集两万学问，我说你们不要碰。你看听了这三个就很厉害了，已经包含科学的、哲学的、宗教的都有了，数理的。此外呢，加两个字通变，修易经学问要修通，所有的学问都可以归到易经，都通过去了，知道宇宙万有的生命的变化，
像五根原则。所以看《黄帝内经》讲二七日月经来了，女生男生的啊，二八这构成跟男生用天贵两个字上次提到，为什么用这个贵字？这是天文学上古代天文学把最复杂的天文浓缩到几个字就符号，现在看起来很迷信，非常迷信，因为你不懂就迷信了。它是科学的啊，这个科学结晶非常复杂，科学发展到顶点是变成最简单。所以说易经的还有三个字啊，叫做解疑。易经说通了并不困难，非常简单。交易，交通的交，宇宙万事彼此都有关联，都有互相关联交互的变化，变异交易，最后一个念就是不易，有个本体论不动，一不变应万变，有一个完全不动啊。那么交易是不易，是宋代的研究医学家大家加上去，原始是变异啊，交易解易很简单，最高的学问通了以后最复杂变成最简单。就是大概跟介绍一下，因为有几个同学几方面几个问题来，我主要。那么，为了二七、二八这个数来变，因此我介绍大家，研究生命科学来源，我们《黄帝内经》讲得很好，但是必须要配上印度的易历学。所以上次给大家提了印度易历学啊，三脉七轮这一部分非常复杂，好像给中国讲的看脉的路数完全不同，即是相通的啊，这个道理。所以讲你们讲念咒学问打坐修行成佛，三脉七轮，印度有瑜伽的这一套学识没有搞通，很容易搞神经了，啊，搞精神思想出乱了，这是个大科学。那么，今天我把这个大家上次讲的讨论的问题综合起来，不一个一个答复。譬如我今天。啊、哦，你们迟到了，我们牺牲一个钟头、半个钟头来讲吧啊，讲已经是花卦啊，讲个图案。譬如上次提到这一篇里头啊，贴上来，把因为我们在娘胎里头变成一个人，请胎了以后啊，生出来，这是一个卦象的图案，叫做乾卦。你画一下啊，这是中国是叫做画卦，你注意哦，这个里头学问很深啊，画个六啊，六画叫乾卦，这叫画卦了，画八卦啊。几十年中的研究，有人问我，那甲骨文上没有八卦呀、哎？甲骨文比较早了，我说有点点，那个点点古人。我们现在那么横起来画，有些书上直起来画，再向后点一下，画了这个叫八卦，叫做乾卦。哎，三脉七轮可以拿掉啊，不然他们搞错误了。哎，乾卦啊，这是个图案，
所以乾卦代表天，也代表生命本来啊，这个不解释了。这样画一个画，刚才讲理象数卦象，实际上一个图案啊，做代号的，一个文字都没有，叫乾卦。那么我们不讲复杂了啊，这个乾卦，这个卦画在这里啊，卦象，哎，且天卦象都把它擦掉啊，不要了啊，乾卦要留到啊，你就画一个卦象在这。这个六爻叫做六爻，爻是什么意思啊？爻在交也，必须得交叉，阴阳的交叉。这个小，所以我们交通的交字啊，在交叉上面，加个六，叫做交叉，就是这样来的，就是交也。这个六小呢，看到这个卦，分开的，上面三画，就外小，也叫做上小，外卦。下面的三画叫内爻，也叫做下卦。一个乾卦分上下，也分阴阳。我们这个人有两胎的构成人生，生出来一直到这个没有定生以前。啊，没有登上以前，它属于这个乾卦。啊，那么以易经来讲呢，有意思了。这个卦，这个现象就告诉你，天地万物一定在变。你们做事也好，我们假如做个生意，资本凑拢来开个公司，乾卦。开了公司以后一定变嘛，开始做生意，第一笑开始动，由阳变成阴，那把它中间破坏了，这一卦就把它切开了，啊，这个卦象就不同了。外卦还是乾，生命的本体，下卦这一动变了，这个卦代表肾卦，肾卦代表气动，生命的能源动，叫做天风姤。啊，所以八八六十四卦这样来的。这个今天不跟大家讲易经的课啊，讲了太讨厌了，复杂的啊。画了这个图啊，跟你说明什么呢？还是《黄帝内经》二七二八这个问题，七七八八，所以我们中国人许多讲话都是易经上来，这个家伙乱七八糟，卦变只有八卦，啊，一解释变到第七个位置啊，叫游魂卦，啊，第八个位置叫归魂卦。那八卦来讲啊，哦，你这个也介绍一下啊。第七遍到有问，第八遍就归魂了，回到本问。现在用的呢，只有六画六爻，不画八卦啊。上面两个字代表天地不动了啊，天地以内的变化动。只有六啊，这个呢也很奇怪的啊。现在科学发展，比如说声光电话等等，一个规格都没有，只有化学的图，西方来的啊，科学性的化学的图表，差不多到达六十四卦，其他的。不是的，都还没有透彻，这句话是连带说一下的。
刚才讲第一遍，就是说女生的生命二次天怪之，这个整体东西开始破了啊，男生的二八十六岁，七七四十九岁呢，啊，经过这六孝变了，有天完整的阳孝变成了排列的相对的阴孝了，叫坤卦，变成阴了啊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样讲我脑子蛮吃力的，我想你们听的也蛮吃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已经转了好几转，怎么把它简单明了明白告诉你，我怕自己越弄给你们听的是害得你们越复杂了，就不好了哈。那么有乾卦生命，刚才讲啊，女性七七四十九更年期，男性到五十几更年期，那这个生命完了吗？没有完啊！生命七七四七就是本篇里头有个天鬼的问题，就在这里讲的，先注意这个啊。第二，自己后天的生命可以重生回来，所以把这个坤卦就是后天喽啊。假设个女生啊，更年期以后不是月经没有了吗？可是生命的本能还在。如果说懂得方法保养调整阳极阴极，坤卦是阴极养生，下一小开始变了，这个卦就变了，叫做什么啊？地雷复，我们讲光复亏复，这个复字就是这样来，已经八卦来，生命可以重生的。我相信你们里头有看道家的书，有看医学的书啊，有些代表这个重生的生命啊，那时辰来代表子时啊。我们人啊，这个天气，中国人分十二个时辰一天，一年分十二个月。哦，这个每天每月都有数字有现象，这一下讲不清楚啊，只记住这样。十二个时辰，第一个是子时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，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？现在教育上还有吧？啊，教育书本上没有，在家里听来的还有吗？啊？那么子时第一个时，一个时辰，我们讲原来讲就是中国古代的宇宙运行的一个规则，十二个时辰啊，一天，所以古王上常用到有一句成语二六时中，两个六就代表昼夜一天，一个时辰等于我们现在的钟点，两个钟头是一个时辰，所以代表了一天呢啊。我们今天现在是几点？现在下午五六点的午未申酉上，还没有完了，完了到夜里啊，我们到夜里开始钟点，叫现在钟点讲，十一点零分开始是子时，到十二点到一点就叫子时，这个我们古代用的就是子时，子时说
我们生命你们大家别的都不相信，全世界给中国人麻醉了都相信。哎，你多少岁数啊？属老鼠啊，属狗啊，哎，全世界流行了这一套。外国人现在你问他别的，哎，属那样啊，我属狗啊，全世界推广了，无形中啊，只是属老鼠。为什么十二个时辰的用动物来代表呢？又是一套科学的学问了，不是开玩笑的啊。那么只是呢，叫做什么？我念几句啊。宋朝有个医学大家叫饶康杰，你们现在喜欢算命，他很高，算八字，也是道家，也是修复。这个饶康杰有一首诗告诉我们，讲指示啊，啊，这个指示啊，啊，指示是阴阳分界的地方。我还在夜里重生开始了啊，他说只是阳出动处，万物为生死。所以你们修佛修到打坐，修到一念不生，阳起来了，阳出动处，万物为生死啊。一年呢，我们的气候冬至就属于子时，所以它的全诗啊，冬至子之半。那一年来讲啊，冬至那一天，葵卷来产生。你们注意啊，我们冬至日，大家这个还有观念的啊，是一样冲。那么在大陆上过去大家呢吃汤圆啊，过冬至弄成来很重视。冬至子之半啊，万物未生时，还没有动，阳气正要开始了啊。哎，天冬至子之半，天生无未改移，无改移啊，就是本体论不动，这是阳出动处，万物未生死。你们作为学医的作业，学针灸的有个植物留住方法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学医的应该知道植物留住，就讲天地是癌症的一个运动，在个体我们人生命活的只是天地运动那个法则，可是到你身体了，用这个法则在生命上变动来用。所以人老啊，阳气用完了，可以使它重生起来，这是中国产生收长生不老、补充生命的一种方法。那所以上次提到七七四十九岁男女这个女生的更年期，那是大家注意，中国这用的这是更年期哦，不是说更命期哦，你命还是活到的，年龄时间转变了，这个时候加以修养，因为产生了中国一套道家的方法配合佛家的，如果加以修养呢，真正的方法加以修养，男生女生都可以返老返童，可以不只活一百岁，几千岁也可以。据说啊，我还没有做到啊，可以返老返童。
啊，自己把它重生培养过来，不靠外力，你有药可以，而这个药呢不是普通的药物，所以这一套理论《黄帝内经》肢体现象，你们读，我们读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啊，如果没有融会贯通这些东西啊，这篇文章《黄帝内经》实在不愿意看，不晓得讲些什么啊。如果你懂了以后，才晓得里头的包含的生命科学学问之大啊。人老了更年期以后，如果都达到用活子时，活子时我们学佛的讲如实做到，不是无念呢，如是念念的清净圆满一样触动处，把生命恢恢复啊，返老返童，长生不老，中国的道家神学因此提出来，中国文化有这样的壮女，非常雄壮的，是在其他各国的文化里都没有，只有中国人有的。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正好到了这个钟头，到了啊，吃了饭以后再说。可是这个钟头都是浪费的话，我这一番话是解答上次提到这个课的以后，有许多同学提出来问我的，把它浓缩下来，先答复了，我们再来讨论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请起立。不客气了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下课。